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十一月份，我们在此地聚会，大家在一起谈谈我们学佛的心得，世界的秩序，诸位知道的比我清楚。确实是一年比一年严重。灾难也越来越多。我们常常听到人说，人心坏了，社会乱了，怎么办？我相信这桩事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。怎么办？要从我们自己做起。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向老师请教，佛法我们知道了，是一门非常殊胜、非常值得学习的一门功课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切入？老师告诉我，有。什么方法呢？第一个是看破，第二个是放下，从这入门。那个时候我初学，现在我们懂得。他讲的看破，就是观；他讲的放下呢，就是知。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止观，谁在先？谁在后？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？这是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怀疑重的，信心很难生起来的，要从看破下手。看破就是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不怀疑了，信心生起来了，这叫看破。那么有人很老实，你说我就相信了，我不怀疑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要从放下下手。放下什么？放下烦恼习气，那么也就是佛陀教给我们的，跟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给我们实际上没有两样。我学佛64年了，再过年就65年了。讲经教学也有50多年了，今年57年，明年才58年了。在这个这么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确实明了
古圣先贤这一话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印度，啊，印度人尊崇佛陀，他以佛身教化众生。啊，中国人对这个概念比较淡薄，啊，所以有些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。啊，其实他了解的不够透彻，啊，真正了解透彻了，中国人有宗教。啊，宗教这两个字，在中国文字里面是非常殊胜的。啊，这个宗字，它有三个意思。啊，什么叫宗？它有主要的意思，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的。啊，教也有三个意思。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。你说这个意思多好啊！啊，如果我们再加上两个字，就更清楚了，更明白了。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，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。啊，那么中国儒家是宗教，啊，道家也是宗教，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也是宗教。今天说到中国传统文化，就离不开儒释道三家。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三根支柱啊！啊，如鼎之三足，缺一不可。啊，他教的是什么？儒释道都相同，啊，特别是佛法，佛法把它分成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普世的教育，这个教育对于地球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好处。啊，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跟圣贤教诲。啊，目的何在？我们用佛法的术语来说，教学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离苦得乐。这教育我们能不要吗？我们要离苦，我们要得乐，佛就教我们这些。啊，真能得到吗？真能啊！过去能，现在也能啊！只要你认真学习，啊，决定是法喜充满。儒家教学也把这句话放在最前面的。啊，中国读书人在过去没有不读四书的。啊，你看四书《论语》里头第一句话，孔子说的。啊，子曰，孔子说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啊，你把你所学到的能够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待人接物，
啊，那个收获是什么？不亦乐乎，越是欢喜啊，喜悦，喜悦不就得乐了吗？所以他也是利苦得乐的教训。啊，道家也如是。啊，无不是叫我们利苦得乐啊。苦有现前的苦，现前是小苦啊。啊，真正的大苦是什么？是轮回苦啊，这是真苦啊，啊，真有六道轮回，不是假的，啊，学佛的同学都能够接受这个说法，啊，不会反对，真有了轮回苦，究竟苦，就佛他帮助我们。离究竟苦，离开六道轮回，这是儒跟道都没有达到的。啊，儒家给我们讲圣贤，升天道。啊，道家也没有出轮回，也是在天道。天有二十八层，有欲界天，有色界天，有无色界天，啊，道家大概都是道色界天，儒家讲的天呢，多半是欲界天，欲界有六层，一层比一层殊胜，啊，通常我们一般人观念当中，多半都是指的第二层，忉利天，啊，中国人拜。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在忉利天，啊，欲界的第二层，天上的福报大，啊，忉利天人，我们单讲寿命吧，我们这个世界寿命很短呐，一百岁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啊，你们看我九十岁了，寿命短促，年老的时候气力衰了，啊，年轻的时候讲话不需要扩音器，现在没有这个就不行了。啊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没有这个设备，啊，那多少年？1977年。啊，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在香港讲了4个月。啊，前面2个月在戒仙街中华佛教图书馆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后2个月在香港南唐道，啊，寿野老和尚的道场，啊，我讲了4个月。啊，那是年轻，有体力，声音洪亮，那现在就不行了。啊，所以寿命短促，那跟忉利天比呢，那差很远。忉利天的一天，是我们人间100年，活100岁。忉利天一天，早晨看你出生，在晚上你就走了。你说有什么意思？啊，越往上去，寿命越长，啊，这叫福报啊！啊，夜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，啊，斗率天，弥勒菩萨在斗率天，虚云老和尚也生斗率天，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能体会到他福报大。啊，忉利天寿命几乎是没有生病，没有中这个夭折的，没有。啊，他的寿命1000岁，记住，一天是人间100年，
1000岁。这讲寿命，福天上人福报，所以人很羡慕，都喜欢升天的，啊！但是佛告诉我们，升天不究竟，为什么？寿命虽然长，总归会到的，啊！到了怎么办？问题就出来了，所以这个不是不究竟。佛教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究竟为什么？他那里寿命是无量寿，啊，真正的无量寿，啊，而且人没有老化，啊，真的，我们所谓的菩萨，菩萨年年十八，年年十八，极乐世界就是年年十八。不会衰老啊！《无量寿经》专门介绍，介绍的非常详细，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去读啊！你能把《无量寿经》读上几百遍，读上1000遍，你一定非常喜欢极乐世界，非常喜欢阿弥陀佛啊！那个地方很容易去啊，不难。只要你真正相信，真正想去，啊，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乱了，想移民啊，哪个地方好啊？极乐世界最好了，啊，移民到极乐世界去，啊。那么中国圣贤人，世界上其他宗教，啊，我这个十几年来。跟很多宗教接触，啊，都变成非常好的朋友，啊，我们体悟到的、领会到的，宗教是一家，众神是一体，啊，他们称为上帝，称为天主，啊，称为神，那在我们佛法里面。就称之为佛，称为菩萨。啊，在中国人呢，称为圣人，称为贤人。啊，圣人就是我们所称的佛陀，贤人是我们所称的菩萨。啊，怎么知道？他们留下来的典籍很多，我们细心去读，细心去观察。去比较就知道了。啊，你像道家老庄，啊，他能够说得出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这个话谁能说得出来？要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说不出来啊。那大彻大悟就是佛陀啊。所以老子庄子要是在印度，人家称他做佛陀，在中国称为圣人啊。这一般人说不出来的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那么他们教化这个教学目的跟佛法也相同啊，孔夫子的教学，也就是儒家的教学，往上再说上去，尧舜禹汤啊，这些人都是圣人，在佛陀佛教里面说，那都是佛菩萨，不是凡人呐。他真有这个本事啊！我们就从四书上看，四书朱熹编的，宋朝朱熹编啊，他讲《礼记》里面的两篇《大学》中有，再加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
这四样东西合起来，是过去儒家教学必读的教科书啊，没有人不读四书。四书可以说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啊。这个里面一开头，大学就说了：你上学、求学，目的在哪里？目的在明德，目的在亲民，目的在止于至善。这个跟佛法的目标完全相同，只是说法不一样，意思一样。学佛，学佛的目的何在？你为什么学佛？学佛就是要成佛。那成得了吗？行。华严经上佛告诉我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本来是佛，你怎么成不了佛呢？你当然可以成佛。啊，你看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这一句话就是明明德。明德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，就是佛心。啊，我们今天是迷失了自信的。啊，儒教我们恢复前面那个明，那个是个动词，下面这个明德是名词，要明明德。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这个意思啊！啊，见性之后怎么样呢？要度众生呢、啊？啊，要帮助那些还没有回头、还在迷惑的这一些众生，帮助他们见性，这就是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。啊，在大学里面称为亲民，亲是亲爱啊，就是佛家讲的大慈大悲啊。大慈大悲就是要度一切众生，要帮助他们度成佛。你细细观察一样吗？哪有两样呢？啊，幕后一句话在止于至善，这个至善是善巧方便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众生是什么根性，得用什么方法教，不是一个方法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那就是治善啊，像治病一样，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，这叫治善啊。现在儒释道的教学都没有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啊，在这个世间至少还得过个几十年，这几十年的日子怎么过啊？你们年轻还有些年呢，那像我这种事就不能说了，八十岁以上叫风烛残年呢、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啊？八十岁以后是这种情形，有一天就坐一天啊，时辰到了就得走路
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学佛呢，有个好处，我们全身依靠阿弥陀佛，啊，希望我走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去。我们学佛的目的圆满了，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究竟乐是极乐世界，啊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这个怎么都搞清楚啊？啊，那要怎样求往生？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求往生条件就是一个信心，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我真正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要放下，这个世界不放下了，去不了啊，那不能带着去的啊，这个世界放下，你才能决定的是啊，这是应当要相信。那么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地位有阶级的，没错，它有四徒三辈九品啊，除长吉光，那是个特殊的，就那是完全见性的啊，十宝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，这都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生活学习的处所啊，经里都介绍的非常详细，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啊，唯独极乐世界有啊。我们今天遇到了净宗，可不能放弃，可要把它牢牢地抓住啊，一定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过去在我们这个世界出生在印度啊，十九岁出家，三十岁开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三十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我们就讲班班教学啊，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干什么，他所干的叫佛事，佛干的事情，佛干什么事我们要清楚，讲经教学，他干这个事情干一辈子啊，开悟之后就开始讲经，在鹿野园讲阿含经小乘啊，我们今天讲小乘，讲了多久，12年啊，这就是他开始教学，办小学，先办小学，小学12年啊，12年之后接着办中学啊，中学讲方等，方等讲了8年啊啊，8年之后再向上提升，办大学。你看佛教的大学前面是20年的根基，没有前面20年根基，你上不了大学啊，大学教般若啊，真正是佛传法给我们，般若是智慧呀，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教育，是智慧的教学啊，要让我们开智慧，智慧开了，事处世间一切事情才真正通达明了，你才没有怀疑，你才知道我们这个做个人啊，我们是什么身份，是什么地位，是哪个行业啊，我们应该把人做好啊，各行各业，男女者老少
都能把本分事情做好，这个世间多么可爱，这个世间多么美满。这是佛教这些，那现在我们都不学了，才没法子啊！啊，我们要恢复，我们要真干啊！真干还是快乐啊！虽然社会这么乱，我天天还是高兴。啊，见什么人也都好，什么事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不好的都放下了嘛，好的都现前了嘛。啊，哪有不好的呢？啊，人都可爱，都值得尊敬。为什么？从本性上说，他本来是佛。我对阿弥陀佛恭敬，我对每个人都恭敬。为什么？每个人都是佛，只是现在迷了，他一觉悟了就成佛了。般若是叫我们觉悟的，是释迦牟尼佛教学最主要的一个单元啊。这个单元多少时间呢？22年。你看看佛说法49年，讲般若讲了22年，这是他主要讲的课程呢，最重要的啊。最后8年讲法华经，这是研究所啊。般若是大学，方等是中学，阿含是小学，法华是研究所。法华是让一切菩萨再提升成佛啊。所以佛门里有一句老话说，成佛的法华，开智慧的泪啊。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4个月，讲楞严，开智慧的楞严啊，成佛的法华，他教学啊，这是佛事啊。啊，佛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，没有干第二桩事情。所以我们把佛认清楚了，佛到这个世间来是来实现教学的，而且真的一生落实在教学啊。走的时候79岁啊，我们中国人称虚岁叫80岁啊。那我们学佛不是迷信的，我们是上佛陀的教学啊，上佛陀的学校。那么佛陀的学校就是寺院，寺院是佛陀的学校。佛教传到中国是汉明帝永平设立，传到中国来啊。那么到现在将近2000年啊，将近2000年。那么这2000年来，在中国是教育，确确实实是教育。如果讲是宗教，中国人的宗教，中国人的宗教基础是人民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啊。我们要记住，不要走偏差，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迷信啊。你看佛教学的层次啊，他对我们世间法教学的，那就是佛的小学，12年的阿含，讲什么？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啊。方等啊，是阿含的提升，是般若的预备预空。我们要懂啊，古时候出家人个个都是真正的法师啊，他是
教学教佛法、教授佛法的法师。啊，所有寺院庵堂通通是佛的教学场所。啊，跟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寺庙都不讲经了，从前家家寺庙讲经啊，啊，把人都教好了，所以社会安定。啊，人民真的幸福。啊，抓这个教育是谁呢？是皇上。啊，历代帝王抓这个教育。啊，在中国什么时候寺庙里都不讲经，没人管了。啊，皇上不管了，是谁呀？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很可怜的，现在在地狱啊，他就造的这个罪。啊，他搞迷信，喜欢胡乱，啊，搞这些，啊，上行下效，所以我们对佛教对教学就疏忽了，啊。尤其特别在前先的顺治皇帝把这个出家人的考试废除了，啊，让佛教的这个素质一落千丈，啊，在当时是没有感觉，在现在就看到差距很大，啊，明朝以前那顺治是清朝头一个皇帝啊，明朝以前出家可不容易啊，你想出家很难呐，啊，为什么？国家考试，普通考试，普通的科目跟进士平等，啊，进士在古时候读书最高的学位。啊，国家考的等于现在的博士，大学博士，你没有这个资历说你不能出家啊，那要求这么严格，还要考经典啊才能出家，所以出家人个个都是讲经的好手啊，啊，哪一个大小寺庙不讲经的？没有啊，都把佛陀教育提倡起来了，啊，所以人人都接受到佛陀教化，啊，那么这个制度废除之后，就不要考试了，什么人都可以出家了，啊，到现在素质一落千丈，怎么办呢？20多年前，我第一次访问。北京啊，回到北京访问，我们香港有20多位同修陪着我一道去啊，我们拜访佛教会赵婆苏会长啊，赵老跟我是同乡，一见如故，谈得非常欢喜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听说赵老见客不超过半个小时，那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谈了4.5个小时，啊，远远超过他做客的时间。我们就谈到这问题：现在佛教怎么办？啊，讲经法师没有了，我就提出我们要办大学，办佛教大学。佛教大学毕业出来，拿到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，可以讲经。用这个方法把佛教的素质再提升，不是佛教大学毕业的、没有博士学位的、硕士学位的不能出家啊，本科学士毕业的在家做居士可以，出家不行，出家一定要硕士以上啊，这样佛教才能够复兴啊，才能够恢复啊，
不是这样的话，这佛教怎么能兴旺起来？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乘飞机到国外去，就像从前坐巴士一样。交通方便，你看，从香港到英国，以前坐轮船，要坐两三个月呀，现在一天就到了。资讯发达，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事情，我马上就知道了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卫星、广播、电台、广播，通通知道了。我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变化，我们要如何适应？要如何生活在中国人所讲的幸福美满？保持心地清净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，心是定的，现在人心是动的，心浮气躁。过去心浮气躁是少数人，现在心浮气躁是普遍的，连出家人都不例外，都没办法不受外面环境干扰，多难呐！所以国家建道场，我跟赵朴老建议是模仿外国的大学城。现在所有的这些道场都不能够教学了，为什么？它出名了，都放在观光旅游的旅游点，从一早到晚的时候，旅客都络绎不绝，你怎么办？这是大问题啊！所以不能修行，也不能读书了。另外要建学校，这些呢，通通作为观光旅游点，为国家也赚一笔外汇了。那么这些寺院接待观光客、旅游的客，多少也讲一点浅显的佛教给大家听听，认识佛教。佛教不是迷信，他到这边来游玩，交了学费，我们也不能让他真正让他听一点正法，这都是好事情、好方法，所以修行还是要找清净环境，要找到深山，这个地方不要有马路，不要有汽车通行。这才管用。真正想来学的，要你走个两三天，有很多人不愿意走路，不来了。你才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啊。那么中国这么大地方找得到。建十个道场，一个宗派建一个就够了。这真正能够成就自己，能够把佛教永远沉传下去。佛教如是，其他宗教也如是。所以最好的是建宗教大学，每一个宗教设一个学院。将来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。地球，我现在在国外不讲地球村了，从前是地球村的，现在地球家，一家人了，比一村人要亲切的多了，真的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要过一家人的生活，要有一家人的概念，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达到这个目的。
啊，这是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。啊，他在那个年代，90年代，啊，70年代，他是1975年过世的，过世那一年85岁，啊，英国的大哲学家。他告诉我们，这个人我觉得是菩萨再来，晚年，啊，80岁到85岁。晚年一天到晚就在想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他自己亲身经历第一次大战、第二次大战，啊，二次大战最后是2颗原子弹结束了战争，那第三次大战那就不得了。为什么？核武战争、生化战争，人有能力把地球毁灭，这个太可怕了。这个战争决定不能够让它发生，那怎么办？他想了个主意，这个主意我相信他是从中国历史上体会到的，就是世界要变成一个国家，就不会战争，啊，这是说这是中国夏商周，啊，那个时代，国家没有统一，啊，但是什么文化统一了，啊，政治没有统一，啊，所以他讲21世纪，0到21世纪，21世纪是中国人。啊，我在外国时间多，啊，有很多外国人对这个事情很担心。我告诉大家，我说汤恩比说的话我相信，我也赞成。那么中国人统合全世界，不是政治。放心，你的国家还是国家，英国还是英国，美国还是美国，不是会统一，不是政治统一。不是军事统一，也不是经济贸易，也不是科学技术，是什么？中国传统文化统一。啊，那代表的一部书就是唐太宗所编的《群书之要》。这部书现在已经一部分没有完全，啊，小部少分。翻成英文、德文、法文，啊，还有这个西班牙文，啊，俄文，这个日文，啊，日文有这个书，啊，我们希望将来这部书完全翻出来，印成每个国家的文字，大家都读这一部书，不就统一了吗？啊，是这种统治，啊，不是别的，正是让全世界人都能过到美满的生活，啊，个人身心健康、幸福快乐，家庭和睦，啊，社会安定，事业顺利，啊，国家富强，世界和平，这个多好。啊，只有中国这部书可以做到，唐太宗大唐盛世全靠这本书。啊，这本书内容是什么？就是从四库里头揭露出来的，有关于我们身心健康、个人幸福，啊，关于从事各种不同事业应该怎样经营，啊，家庭如何家和万事兴，啊，能真正做到。啊，社会安定，啊，这个国家长治久安，整个地球变成太平盛世，啊，每个国家都能够和睦相处，战争永远
废除掉了，啊，不再有战争了。这个理想好啊，方法好啊，可不可以做？可以做到。啊，在以前我们也怀疑，我们看到习主席就任之后，你看他对国外多次这个访问，他的谈话，他所作所为，我们看到中国的希望了。啊，现在连外国也看到希望了。今年我在巴黎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啊，遇到很多老朋友，啊，都是各国的大使代表，他们来问我，因为我也常讲，啊，这习主席在欧洲在联合国的谈话，好像跟我所说的很相同。他们问我，习主席有没有看过你的这些讲演？我告诉他，我说这个不要紧，这没关系。问题你相不相信？这相信了，相信就好了。啊，听我讲的半信半疑，听主席一讲，他相信了。这是像风球一样的时候，这就是慢慢的、逐渐、逐渐来推广。汤恩比的愿望可以实现，啊，这个世界可以有安定，可以有和谐，啊。今天主席在推动传统文化了，太难得了，啊，他带头就影响全世界。现在这个风气我们看出来了，这个世界汉学热，到哪里都讲汉学，头一个带头就是英国，啊，英国国家教育部真的下令全国连幼儿园小学大学中国都要学中国文，啊，这个难得，啊，他这个头一代许许多多国家跟进，所以现在教汉学的老师太少了，没有了，非常可贵，年轻人要学什么行业学汉学，啊，可以将来在全世界教学，啊，这很有意义，啊，非常好，实践法、出实践法。无论什么都要从自己做起才有成就，啊，这是中国千万年来立国所以不败，啊，一直到今天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，啊，什么原因？就这个道理，啊，大学里头有一句话说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宜修身为本，这个重要啊！我们自己把人做好，一家就好了，家和万事兴啊！啊，现在的问题，个人没有修好，统统怪别人。啊，你看，夫妻不和，看离婚率就知道了，这个问题多严重啊！夫妻不和就肯定影响父子不和、兄弟不和。你踏进社会，你能跟什么人和睦相处？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在根上出现的问题。怎么救？要从根救起。啊，从根就起，现在这个信息动了，许许多多人家儿女，他不送到小学去读书，他送到什么私塾？听说国内私塾有好几千家，啊，这就信息呀，啊，他对学校他不相信，他找私塾，啊，办私塾的人很多，那私塾的时候也有问题。啊，还教育还是要归国家来统筹办才好。啊，但是汉学要扎根，那是少数，不是多数。从小孩就要接受。
传统的家教啊，中国传统家教好啊，对中国社会贡献很大了啊。中国在古代古时候，国家没有办学校啊，国家所办的学校都是现在所谓的党校，是培养国家公务人员的啊，不是一般的，一般的学习都在家里，所以家学这叫私塾啊，家学都是家里学成啊，参加国家的考试啊，现考秀才啊，好像学士学位，省考举人等于硕士学位啊，国家考皇上考，主考官是皇上，殿试啊，那是博士学位，叫进士啊，国家之考，考取考中的时候欢迎你进国家办的这个学校去进修啊，那个进修出来就是公务人员，就是国际领导，他是培训这个的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其实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一定要讲啊，这个不讲不行。那么现在世界真的是乱了啊，人心坏了啊，五伦没有了，很可怕。五伦是道，做人的道理，没有人讲了。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啊，这是道啊，遵守这个道就叫做德。这有道德的人啊，遵守伦理之道，遵守仁义礼智信，仁者爱人，爱人就不会害人，这一定的道理啊。义是讲理讲道理啊，合情合理合法啊，这个是道，是德啊，道德，仁者爱人啊，义者循礼，礼现在人礼没有了，礼是规矩啊，人与人之间有一定分寸的规矩，人人都要受的，礼没有了啊，智没有，智是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啊，感情用事出麻烦啊，最后一个是信用啊，人言有信啊，有信用，不欺骗人呢 啊。那么佛法教的人更细细详细，三规五戒十善啊，六合六度普贤菩萨十愿，这在过去社会200年前人人都受过这个教育，人人都遵守这个教育，你要不守教育不遵守，别人看到了会劝告你啊，会提醒你，不一样啊，现在没有了啊。那么今天社会这种乱，这个乱象，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啊，确实非常严重。特别是杀生、邪淫、偷盗、全有了，很可怕了啊！邪淫这桩事情，邪淫后头跟着堕胎
诸位同学知道吗？每一天这个地球上多少人堕胎？我是十几年前看到联合国的报道啊，十几年他们发布的全世界堕胎，在医院里有记录的啊，没有记录的就不知道，有记录的每一天超过150,000人，一年超过5,000,000人，怎么得了？这个杀人不是杀人，杀儿女啊！啊，这英国上说的，中国人讲的，父子四种缘分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他要是报恩来的，你看你把他杀掉了，恩变成仇；他要是报怨来的，你把他杀掉，仇恨上再加仇恨。啊，讨债来的，啊，不但你欠他的债，现在又欠他命。啊，还债来的不错，你把他杀掉，变成冤亲债主，麻烦可大了，一定要有高度警觉。因果跑不掉啊！我们起心动念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呐、啊，鬼神在记录啊！啊，学佛的人懂得决定不干啊，无戒是善，无戒跟中国的无常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希望我们学佛同学从我们自己做起，我们影响别人，决定不能堕胎。啊，堕胎这个罪很重，死了之后都到地狱去了啊！地狱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章太炎先生活着的时候，做过东游大地的判官，晚上到地府里头去上班了。啊，他就给东游大地建议，说炮烙，那个抱那个铁柱，烧红柱子。他说这个太残酷了，这个不人道了，应该要把它取消。东游大地派两个小鬼，带他到现场去看，说你去看，回来再说。带他去了，去到那个地方，小鬼说到了，他看不见，他马上就知道了，这个不是阎罗王身，是自己这个不善的念头变现出来的境界，就好像做梦一样啊，不是有这个罪的人他看不到，不是菩萨看不到啊，所以只晓得真有，一点都不假啊！这个地藏经上讲的地狱，我们也印了一本佛经上收集的啊，注经佛舍地狱纪要，应当多看，确实有地狱啊，都到那个地方麻烦大了，出来很难了、啊、进去很容易、啊、出来很难啊，怎么去救度家亲眷属？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，希望大家认真念佛，求生净土。